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0年3月15号，确诊，时间28分，8月11日18时。然后沿线开往瑞芳，要用580加上1502去检测，确诊了没什么？确诊八次了。还是165次，还有7堵的二代尾小车。8086，2代尾小号去侦查。他那边是165次，开哦，7堵。8086，2代尾小号。交位不用吗？刚交一列不用吗？行。交会，那个微信号。31号，那个字是说下面一个麻将，这都点不到地方，那个字就拿宝贝。1489沿线看瑞芳的用580，用502圈的在八站进行。快启车门。